长街，哎，多么美好的夜晚，今天呢是祖国母亲的五十花诞，人们呢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全国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呢也举起了酒杯为祖国母亲祝福。今天晚上呢，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总导演室里不断地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消息。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被誉为北方明珠的大连和风景秀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为我们发来的国庆报道。各位观众节日好，我是大连电视台主持人张红，我现在是在大连星海广场为您报道大连市540万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盛况。今晚的星海广场洋溢着一片喜庆而热烈的气氛，月光下沐浴着习习的海风，大连爱乐乐团用心弦演奏出古老而年轻的祖国颂，翩翩起舞的青年男女踩着节日的旋律，尽情地表达着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祝福。中的大连以绿色的容颜，闪亮的色彩，都市化的襟怀，焕发出无穷的魅力，拥抱着未来的希望。540万大连人民要为中国再营造一个让人们为之赞叹的城市。Thank you.
是广西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罗信，我现在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南湖公园，为您报道广西各族人民欢度国庆焰火晚会的盛况。今晚南湖公园的碧湖秋水在彩灯焰火的映照下流光溢彩，充满了喜庆和欢乐，广西各族人民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这一大喜的日子。广西是镶嵌在祖国南疆的一颗璀璨的明珠，50年来广西实现了从贫穷落后逐步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个面对未来挑战、面向世界开放的广西，已在祖国的南疆崛起。勇敢勤劳的八桂儿女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迈向新世纪。快速流动，形成采光四射的夜景，它寓意着中国已经告别昨日的岁月，整个大地开始跳动新的脉搏，这是一种新的感觉，新的风采，世界正重新注视着青春的中国。
15米长的硕大的凤凰，在160朵牡丹花的映衬下，倾落在金水桥畔。17米长的凤凰彩车被装扮得五彩缤纷，彩车上宋祖英在深情的演唱，收获。
和平的意义。自从穿上这绿军衣，我就学会了敬军礼。敬一个军礼，泰山中战士最懂他的含义。巨龙五项中心表演区，龙身分24节，长达54米。这是重庆铜梁县精心为国庆制作的，他们还为国庆研制了彩凤和牡丹。Yeah.
地上的歌舞人如潮。这天上地下奇妙而多彩的节日之夜，真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绽放的梨花展现了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开创美好未来的豪迈之情和灿烂前景。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歌声笑声此起彼伏，梨花新花竞相开放，人们尽情地畅想着他们对美好明天的幸福憧憬。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祖国的大江南北都在欢度国庆，人们尽情地唱啊跳啊。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与祖国宝岛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市，以及西子湖畔的杭州，还有共和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为我们传来的国庆报道。各位观众节日好，我是厦门电视台主持人李丹丹，现在我正站在与宝岛台湾一海之隔的厦门轮渡广场，向您报道厦门经济特区庆祝伟大祖国五十华诞的盛况。您现在看到的是钢琴齐奏，鼓浪屿之波，而在我身后被节日的礼花装点得分外美丽的，就是有海上花园之称的鼓浪屿。悠悠阿里山，巍巍日光岩，五十年的隔山隔海，隔不断五千年养育的中华民族龙的血脉，隔不断十二亿中国人大团圆的期待。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厦门经济特区，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人文资源而备受世人的瞩目。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厦门特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如今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港口风景城市正呼之欲出。节日好，我是杭州电视台的主持人周宁，我现在呢是在杭州西湖三潭音乐岛上为您报道612万杭州人民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的盛况。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国庆之夜的杭州城更是成了歌舞的世界，欢乐的海洋。天上五彩缤纷的节日礼花，地上交相辉映的节日灯彩，把个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姿。今天的杭州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湖光山色更加秀丽，如今的天堂，人们的生活过得更舒适更甜美，锦绣江南浓缩世代画卷，鱼米之乡再展世纪宏图。节目主持人施小诺，此时此刻，年轻的直辖市重庆正在为共和国50周岁的诞辰举行百万人的大合唱。各位朋友，节日好，我是重庆电视台的主持人李佳明。今天上午您在天安门广场上看见的那九条巨龙，就是来自于我们重庆。今天晚上在重庆人民广场表演的舞龙也非常精彩。有所不同的是，这是我们重庆民间特有的火龙。作为新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山城重庆以崭新的面貌在祖国的中西部崛起。重庆人民以团结进取、爱国奉献的红颜精神，为共和国五十华诞准备了丰盛的礼物。半世纪沧桑，五十年巨变，江泽民总书记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嘱托，正在重庆变为现实。
观众朋友们，参加今天晚上联欢晚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丁关根、田纪云、李长春、李铁映、吴邦国、吴官正、迟浩田、张万年、罗干、江春云、贾庆林、钱其琛、王菊、温家宝、曾庆红、吴仪、乔石、宋平、刘华清、邹家华、帕巴拉格列朗杰、王光英、陈思远、布赫、铁木尔达瓦满提、吴阶平、彭佩云、何鲁利、周光照、曹志、丁石孙、陈思威、许家禄、蒋正华、司马懿艾满提、王中宇、萧阳、韩柱斌、叶选平、杨汝岱、王兆国、阿佩、阿旺、晋美、钱伟长、卢嘉熙、任建新、宋健、李桂显、陈俊生、张思清、钱正英、孙福陵、霍英东、马万奇、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启、毛志用、白立晨、金书平、罗豪才、张克辉、王文元等。Thank you.
永远是大自然的摇篮，
爱心浇灌的文明之花将盛开在新的世纪，伴随着人类的进步发展。观众朋友们，1997年，我国政府成功地恢复了香港行使主权。2年来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的鲜花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今年再过80天，澳门又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了。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今天在这节日之夜，我们再一次地向亲爱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们送上祖国母亲对你们深深的祝福，祝大家节日快乐。好，现在我们一起看一下来自香港和澳门的报道。我代表600多万香港同胞向中央政府、内地同胞恭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我们衷心祝愿国家繁荣昌盛，人民欢乐富足，祖国的明天更美好。我作为一个在澳门的中国人呢，觉得是特别高兴，因为今年呢，澳门呢就要回归祖国了，所以今年在澳门庆祝国庆的活动那是特别的热闹。我和每一个澳门同胞都分享了这一份喜悦的心情。人心魄的节奏，催人奋进的旋律，预示着新世纪正向我们大步走来。现在场上表演的是由北京舞蹈学院、北京2中9中的200名男女青年组成的现代舞阵容，他们与北京101中学32名艺术体操队员交错表演，金银两色的舞扇与银光色绸带交相辉映，象征着中国正以青春的活力迈向高科技发展的时代。世界需要中国，中国需要新的精彩，未来正召唤我们，跨世纪的鸿图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
激越华彩的音乐，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和云南高原艺术团的280名演员，身着56个民族艳丽的服饰，一起涌向中心表演区，迎出鲜艳的牡丹彩车。他们那样喜悦，那样幸福，表演着各族人民最美的歌舞，赞美着锦绣中华。领舞的青年舞蹈家是藏族卓玛、彝族沙嘎阿依、朝鲜族江铁红、崔月梅、维族马啸、壮族崔涛。背景台上色彩绚丽的鲜花与火焰般的红旗，再次形成热烈欢腾的海洋。此时此刻，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香港澳门到海外华人的居住地，中华儿女都在衷心地祝福祖国母亲的生日。在盛开的牡丹花中，冉冉升起了金色的歌台，歌唱演员杨洪基、叶英和景山学校漂亮的女孩有为共同唱起《祝福你祖国》的主题歌，深情而真挚的祝福。50年前，在灿烂的夜，在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了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从那个时候开始，共和国的辉煌便和这片神奇的土地联系在一起了。今天是共和国的庆典，是母亲的生日，是人民的节日，是共和国的又一个里程碑。亲爱的祖国，在这节日之夜，请接受所有儿女对您最深情的祝福。
爱的祖国昌盛兴旺，让我们祝福亲爱的祖国繁荣富强。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让我们祝福你祖国，让我们迎接明天的太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天上多彩的焰火和地上灿烂的灯光交相辉映，此时此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山呼海应，我们满怀豪情，让我们高歌歌唱祖国。我们的祖国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困走向富强。歌唱祖国，因为我们的祖国正在向新世纪进发，乘风破浪，扬帆起航。50年来，每一次唱起这首歌，祖国就在我们心中。50年来，每一次唱起这首歌，就好像依偎在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这首歌我们要世世代代的唱下去，这首歌我们要万众一心的唱下去。唱着这首歌，我们走过了50年的风风雨雨，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唱着这首歌，我们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将永远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歌声凝聚着人民的理想，歌声凝聚着人民的希望，这歌声将穿越未来，拥抱辉煌。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励精图治，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让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北京电视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型联欢晚会现场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祝朋友们节日快乐，再见。